今天是7月13号，哦，这个洛梨哈，我们这个是青皮的，青皮早生种的洛梨，我把套子刚刚把它拆了，看一下这个，其实它有点软了，这个有点软软的，所以大概哦，再过一段时间可以那个青皮的哦，所以它。那个成熟的时候可能也是哦，绿色皮的，这还有一颗，哦，我们这一颗都种在这个盆子里，哦，这个，所以它结的数量不多了。但如果说家里没有比较可以种在地址的话，哦，其实你用盆子种，哦，也是有的吃的，哦，也是有的吃的。这个大概大小应该就差不多这样，因为它开始我刚刚摸了两颗哈，它都那个已经有点软了，哎，所以它大概大小可能是这就是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先把它记录起来，啊，到时候把它摘取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它记录一次。